看够了吗？你别误会，我是来接电脑的。真的只是来接电脑的。你到底见不见？请进。 干嘛？在那边我怕我影响你。你在这儿不是更影响吗？要不，你还是过去吧。都过去就过去。你这个 QQ 有问题，要不要看一下？ 这可是他自己弹出来的。看来某人好像很关注我的动态。忠贞他这是每日汇报吗？才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发这个。是吗？你在这确实影响我，要不你还是过去吧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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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老大穿了什么，干了什么，你告诉我干什么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发错人了，我是要发表老大的花枝粉裙的，他们让我每天更新，还要配图哦。你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